撤到三分线外，高难度出手，结果力道大。你说出球很快，南摩已经跑起来了。哦，禁区上篮得分。哦，看到大 B 的追访哦，让南摩是压力山大。哦，是，所以他刚刚也稍微犹豫了一下。钢铁人超前比数，麦卡洛收球，看在钢铁人要罗万强，投了一个低抛传递下罚球，麦卡洛要站上罚球线。阿良这球啊，其实就是知道，其实里面麦卡洛是一个优势的，对，本来是要做出手的，直接就往里面塞了。来看一下这个转换攻击，当然也要感谢有人帮南摩清开大 B 啊。是。